大家好，我是阿和。每天早上起来，阿和就跟小陈一起学习。第三音，第三个音，第三个音。我就学写在这里，这个中文书，然后小陈和刘刘慧呀、啊、一起学汉字。写标准一点，是吧？直接这样拉上去就行了，这个连在一起就行了，跟上面的点连在一起。老公。你找到房了吗？还在找，没那么快啊！我要问很多中介，然后他们发消息给我，我再看看完之后，如果中意的话再联系他去看房，如果不中意的话就不用看嘛，也不浪费时间。嗯。他现在小陈现在基本上学的都是拼音的，都是拼音。对，他就是你看所有的他的作业都是拼音。嗯。啊，就是拼音，然后他要自己写字汉字出来呀、啊。不是，他要先把拼音拼对，各种考拼音的，拼音学会之后，然后才开始学汉字。那这个我也可以教他呀。对啊，你可以教的，你拼音好的话可以教，你过来大概看一下。他就是这个月亮的月怎么来拼，学习写字的写怎么拼，或者是菠萝的菠萝怎么拼，对。你来教教他，辅助他，顺便可以呀。提升一下自己。那不懂什么可以问幺妈。问幺妈啊。好，看小陈。怪不怪？嘿嘿，好奇怪啊！还帮幺爹擦车，好。嗯。刚才擦完，现在又装了。刚才擦。可能是他擦不掉，我试一下，擦重一点，对，用力一点才行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现在我们去看我们这边的小区一个房子，在三楼，我们去呀、啊、了解一下。然后啊，看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直接住在这边。刘刘已经上去了，哇塞！进去这个房看一下，哇，装修的风格跟我们现在住的哥哥的房子一样的。这边是厨房，哇，一模一样的方格，只是它装修的不太一样。这边是客厅，去看这边晾衣服的地方，也挺大的。这边是这里还有一个门，流通到那边，我们可以。过去看一下，这个房住多少钱一个月呀、啊？1000左右，要问他媳妇儿，他媳妇儿负责这个。这个也可以，如果他都是留家用的东西再下来，对吧？他不会拿走。家用大电器那个小东西他们都搬走，这些。对。这些小东西。大东西就。那个小东西没事。对呀、啊，这些我们。对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，那要是进来住，能扫不到这个东西了，你不能进来，那没东西做是吧？对。哦，就看可不可以。也可以，因为我们只住一段时间嘛。我们又来到了旁边的一个小区了，在这边也挺多栋楼的。我们就是，在这个14栋楼去看一下。看二楼。二楼啊？这么地哈？对，它是有电梯的，那两楼可以帮你。可以，我们往进去看一看，这边也挺干净的。我们现在就等房东过来帮我们开门。对，等一下我们看看这边房子跟刚刚我们那个小区的房子哪里好。嗯，我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就上他家看一看。直接走楼梯也可以，走楼梯就是12楼。电梯就在这里。楼下是直接按零四楼一楼就可以啊，直接按一楼就行。哦，这里它算是零啊。负一楼。哦，是左还是右拐吗？左边这里。左拐。啊。楼梯直接上来。好。
哦。嗯。什么？那个拉木古拉克，这是客厅。啊、哦。我哇，这个阳台也挺大的哈。哇，这边阳台还有洗东西的。你给别人出去过？对，他租出去过，那个房、哦、那个租户可能退房了。那我们住的话是最少多长时间？这里有一个小房，也有柜东西的，也有装。主卧在哪里？这个是主卧，但是里面不是卫生间呀、啊。不是卫生间呐、啊，他是放什么的？没有设计卫生间。对呀、啊，他没有设计卫生间，他应该是放什么东西？这边是主卧哈。对。但是这里感觉很亮，去这边看一看。啊，这里有一个卫生间。但是他这个就是一个卫生间了，是吗？啊，对，就做了一个卫生间，那个挡窗子。这个也是一个小房。这个房间只有床没有柜，还可以。那现在这个位置好，但是这个有几个空调？你看有几个空调？这是一个哈。空调了。客厅有一个空调。只有一个卫生间。哦，都有空调的。这个小房呢？这边小房没有啊，那就是三个空调哈。主要是如果我们住的话，要自己买冰箱和洗衣机。冰箱洗衣机没有啊？啊，那边呢？啊，我没看见。好，那也还可以，这边还可以了，公。厨房，这还可以洗手呢。嗯，都可以洗手。哦，这边厨房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太阳洗衣机东西哈，但是晾衣服不是这边哈，晾衣服不是这边，晾衣服就是在那个，啊、嗯，也可以吧，啊、多少一个月的？1500。1500。对。啊，1500。一个卫生间。对，主要是一个卫生间。嗯。不太那个。一家三口住是够。楼下有公共卫生间吗？没有。公共卫生间的小区中间。小区中间有卫生间啊。小区中间。好。行吧。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看看。好。如果定的话，我们就下个月初吧，就这几天嘛，好吧？嗯。下个月初。练完歌，然后去看完房，我饿得发抖了，现在要去吃小笼包。这个是在我们呢家旁边的，很好吃。我也是经常吃早餐，吃这个。小陈，你也饿了？是吧？这个很好吃。嗯，看看，嗯，好像，嗯，有什么能下的吗？这是辣椒。嗯，那是辣椒。嗯，我不喜欢烫。好，嗯。拜拜。